正在上海热拍的民国传奇谍战剧《追击者》开放媒体探班，李小冉、朱雨辰、于和伟等实力派演员纷纷现身片场。为了体验角色，朱雨辰不仅亲自给大家布局姿势，还和于和伟、罗家良一帮大老爷们亮出神器王自拍，这欢乐的场面把大伙都给逗乐了。不过戏外欢乐，戏里变身痞子英雄的朱雨辰却在李小冉那儿吃了不少闭门羹。其实一直还喜欢我吗？是，心里一直惦记着，但是因为你不敢吧。你想这个何伟哥演他的爱人，何伟哥就演我的上司，我呢又得扒着何伟哥的这样一种不敢，只能偷偷的，反正就是你都有什么招出来追啊，追就是死缠烂打，前几集描写的着重描写就是死缠烂打型人，然后伶牙俐齿型。不知道当初女神汤唯是不是也是这样被朱雨辰追到手的呢？别说女神只要简单单负责美就好，要知道女神可是不去做的。这不，肤白貌美、身材一级棒的女神李小冉也是有烦恼的呢。我记得拍一个戏的时候，那场戏很长的一大串戏都要穿旗袍，然后呢，就从早上，中午就没吃，然后晚上也没吃，然后那天是11点拍完的。然后拍完以后呢，也饿过了，就不想吃了。反正我觉得，就是因为旗袍就是很紧，就你吃一点你就会肚子就很难看。看来要上神坛真的不容易，女神也是很接地气的呀。不过现在女神已经结婚了，这要是再拍亲密戏，老公会介意吗？我觉得亲脸我可以接受，其他的就应该可以。对。需要报备吗？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。会啊。如此自觉的控制拍戏尺度，真是中国好贤妻啊。腾讯娱乐上海报道。扒着何伟哥的这样一种不敢，只能偷偷的，反正就是你都有什么招出来？追就是死缠烂打，前几集描写的着重描写就是死缠烂打型人，然后伶牙俐齿型人。不知道当初女神汤唯是不是昨天正在上海热拍的民国传奇谍战剧《追击者》开放媒体探班，李小冉、朱雨辰、于和伟等实力派演员纷纷现身片场。为了体验角色，朱雨辰不仅亲自给大家布局姿势，还和于和伟、罗家良一帮大老爷们亮出神器王自拍，这欢乐的场面把大伙都给逗乐了。不过戏外欢乐，戏里变身痞子英雄。然后呢，就从早上，中午就没吃，然后晚上也没吃，然后那天是11点拍完的。拍完以后呢，也饿过了，就不想吃了。反正我觉得，就是因为旗袍就是很紧，就你吃一点你就会肚子就。成了朱雨辰，却在李小冉那儿吃了不少闭门羹。其实一直还喜欢我吗？是，心里一直惦记着，但是因为你不敢吧。你想这个何伟哥演他的爱人，何伟哥就演我的上司，我呢又得。也是这样被朱雨辰追到手的呢。别说女神只要简单单负责美就好，要知道女神可是不去做的。这不，肤白貌美、身材一级棒的女神李小冉也是有烦恼的呢。我记得拍一个戏的时候，那场戏很长的一大串戏都要穿旗袍，